那边一定有鱼啊！那边是目前看起来最漂亮的一段了，这边的。哦。哎呦，连拖钩，哦，哇，红猫。那个是大的，那个是深潭所大物，少见的，少见的。山上还可以看到这么大条的，哦，对对对。哎，很少见的，很漂亮啊，这一条。还是有少量的马口鱼，马口有没有很多？代表这边小山沟支流应该没有特别多。如果小山沟支流很多的话，马口鱼特别多。小蝌蚪，应该可能会干掉。鸡哥啦，美国大使馆的蓝鳍鱼，
好，这边这个流算是蛮不错的，小小一个流，它、啊、流过去的时候呢，就会顺着耳这样出去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来试试看。小红帽，哦，高兴。那个卷流地方超多鱼的，都是西哥啊。Hello， 准备回去啦，要顺手慢慢捡垃圾啦。其实有时候不太喜欢钓这边的话，是因为垃圾太多了。还有垃圾。其实我也没有义务要帮你捡啦，但是环境是我们大家的。他在那个桥下面在整理吊索的时候，刚好就有人倒垃圾下来，可惜没办法立刻追上去了，真的是有点夸张。看方向是住在那里面的住户了，真的是在危害到大家。这一条溪已经够小条了。看附近有没有回收场，来丢一下，把它丢下去了。哇，从另外一边骑到这边来，哇，真的是麻烦。好了 ，OK。